还是有一点点小吗？呜、哦，生日，Oh no，他们还是说有一点点小。啊，听到吗？有，我听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听到没。Oh no，我来调一下我声音。最好一开始就先给它爆炸，让我们吓一大跳。嗯，全部都调到最大，然后再慢慢调小声就好。哎，谁生日快乐？哦，不是啦，人家叫做生日哦。诶，生日，我应该要叫你杀人兔还是叫你生日，哪一个比较好？都可以诶，其实。那我叫你杀人兔好了，因为我这边叫你生日，人家说什么？生日快乐？啊不，啊不，啊，我决定了，就叫杀人兔，还叫做兔子，兔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我回应你的话，我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就叫你兔兔了，太好了，呀！各位观众可能看到，有的时候思思讲话会蹲下来，不要怀疑，我蹲下来就是在跟兔兔讲话。假软麦了，它不是什么，是假软麦啊。No，我只是为了要跟兔兔讲话，所以蹲下来。没有，它假软。我什么时候脚软了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要讲话的时候蹲下来比较安全，保持前倾状态。是以前试过这个关系吗？你跟朋友讲话的时候，然后被抢死了，被抢射死了。对啊，有过类似的。之前玩 FPS 游戏的时候，有再加上是跟家人一起住，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奇怪的声音。对，我没有脚软，那讲话。好讨厌哦，这种还有安车静游子，戏。可恶！我觉得我还是设定成语音说话好了，不然每次都要蹲下来，有点尴尬。那我们这边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不要在意哦。我不是说你的声音，我是说我的声音。我这边的声音听到奇怪的，不要在意。攻击！哦，有子弹，不错。我捡到好多东西哦！哦，你怎么在地吓上？死我！我们是被同样的东西吓到吗？不是，我是另外一个。我是被地上的一只蠕动的僵尸突然爬了一下，害我吓一跳。哇，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那YT 会不会锁我？可以关掉啊，如果什么的话。有啊，我把裸露的关掉啦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那我重新设定一下。可恶，这个那害我很害怕。你是不是没有按到确定？有啊，我按确定啊。那个裸露我给他按，把勾勾按掉了。我把那个裸露按掉了。为什么会看到那？那个裸露我是关掉的啊。哦不，是要被编排了，那么暗应该不会吧？希望不要，可恶的嘞嘞，是要被编了，要被红标了嘞嘞，太苦了，哦，简不单。明显的话，应该不会啦。啊，他是等级五之后就会失去经验值，哎，死掉的话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还不会吗？太好了。他这个会喷汁的，为什么？会喷汁。哦。哦，这里，为什么这里有三个？我不喜欢吃皮拉豆啊，死掉了。哦不，兔兔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又死了，兔兔？啊，里面有三只一起来，Oh my！不过它红色啦。Oh my, 啊，oh no！那也是要死的。你个匪楼走开！你个匪楼走开！我会讲马来西亚话一点点。你要有马来西亚腔才讲得出啊，不是？可是我的是脏话，什么脏话？谁教你的？宋盛教的。我会一个叫做手嗨，为什么要写那些了？我就听就学会了。学一个语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？学脏话，嘿嘿。
应该没错吧？语言学最快永远都是脏话，你脏话不学起来，怎么知道人家在骂你？对吧？兔兔，我没说错吧？确实，对吧？你看，很有道理。就像有人用中文骂你脏话，结果你完全不会，那你是不是就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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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不就默认自己是默认自己就是他骂的那种人？对吧？大家都是觉得语文就是先从脏话学习吧。你有没有看到你后面一堆的尸体？啊，就刚杀啊！等一下，你又吸引了一堆在你的背后。有吗？啊，你看我这边，你看我这边地上啊。哦，哈哈。看到没？看到看到。是不是应该感谢思思？谢谢师大。哦，不要叫我师大，我只是高潮了，我只是帮你收尸。我要把我身上坏掉的手枪卖掉，烂手枪卖掉。我要把你阿妈卖掉，把你阿妈卖掉，我把你阿妈卖掉，把师尸卖掉。哦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好了吗？五等会扣，五等就会开始扣经验了。对，扣经验好像也没什么。但要看扣多少啊，这个还是重点了。哦，对啊。然后不是永久死亡的游戏，师都觉得还好。师是有玩过一个游戏，是只要死亡了就永久死去。那个太难过了，忘记了。很久以前玩过，就一死亡，你的角色就相当于直接挂掉，你要重来，你全部都要重用，那个才难过。就极限的那种啊，有极限游戏啊。对啊，而且那个也比较刺激，你步步为营，对啊，确实很刺激。你就不会说什么，看到僵尸我要打无双，然后就冲了，像脑残一样。对啊，人家因为死了不会有什么惩罚，就不会有那个痛苦的感觉，然后就一堆人就把自己当做那个战神一样，这样就不有趣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不会这样子，不会这样子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难道我刚好打？难道你的心坎里了吗？你中枪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是不是兔兔中枪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好哦。那你怎么在打下？最好的姜哦，最好的姜哦，最好的姜茶。那我要死了。你今天跟兔兔一起玩这个游戏，第一次玩。第一次，对，没错，我跟兔兔的第一次。听起来哪里怪怪的？他的包子好像有讲到关于剧情，哪有奇怪的对话？我拿到装备了，新的装备。我觉得他好像如果抽起来，应该可以找到什么这个游戏的故事吧。哦，你是说散碎的剧情可以凑一凑，凑成一个主线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看到是那种什么志愿实验者招募中，你是18到30岁之间的帅哥或美女吗？想要每天轻松1000块吗？轻松加入我们的医学试验吧，就是那种轻松1000块。你听得懂台语吗？你听得懂台语吗？我哦。看呢、啊，有一些会，有些不会。有些不会，有些会嘛。好，我想想看，你知道我拿到什么吗？拿什么？我拿到 Endangong。什么高 ？Endangong， 癌气管。哦。那我真的弄不懂。没关系，思思教你的一个新的台语。Endangong。Endangong。挡起来的挡，那如果要那动动
共就是一共两共，一共，中共，Oh my， 我死了。中共这样讲 ，N 打共 ，N 打共，差不多差不多，音差不多，嗯。我觉得你的 N 发得很好，党呢你就念念那个挡起来的党，共呢就念 N 打共。哎，对对对，共产党的共，就这样念就好了，这样很应该很简单吧？你打共，排气管，你怎么又死掉了，兔兔？因为我进其中一间店，然后我剩下的生命值是六。哦，你的血怎么都那么少？那么少血你还跑进去？一百血啊！我也只有一百血啊！那你这么少血还跑进去干什么？我就随便进啊，我没有管他是，可能他那个比较高吧。啊呜！奇怪对话，不奇怪啊。那你有什么要学的吗？日文吗？不是日文的话，我还不怎么会啦。其实我比较想要学你好。你好？哦，日文的你好啊？不是不是，马来西亚话的你好。马来西亚就可以啊？没有啦，好像你跟你的那些好朋友啊，这样哎，这样吗？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看个人啊，其实也是。跟不熟的人呢？不熟的话就普通你好这样，或者 hello， hey 这样吗？哦，没有特别的语言就对了。因为我们主要是三语嘛，马来文、华语跟英文。有时候我们会掺着讲哦。好哦。只要对方明白就 OK 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OK OK。了解了，怎么样啊？兔兔要不要跟思思买手枪？什么手枪？啊，精良品质的伊万诺夫手枪。有多少个子弹？不附赠你子弹。子弹点32，你有多少？点三二的子弹药你有多少？点三二？对，没错，你身上背包里面看一下点三二的子弹有多少，那个就是手枪子弹哦。ACP 啊 ？ACP 对。59。59发哦，那你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我的手枪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有你就好了。你这个讲法。害羞，真是的，嘴巴怎么那么甜呢？啊 ，no， 打咩，打咩哟，打咩啥诺哟，多罗达咧，死机啦，哦，多罗达咧，有一个二十七等的。来了，跑回据点。他叫我跑回据点，有经验。真假的？哎，他死了。我刚枪他死掉了。哦，你打赢王了，这个隐藏任务。啊？走，回家。OK， 打不过的啊？打不过吗？可是他死了、欸、他是在胡乱我们吗？哎、欸，这打不过我，快跑！他活起来了，他只是被你打晕了，他活起来了，快跑！我一定要跑了。Oh my！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扶着你的肚子？应该快死了吧？不怪他，我跑得慢。你怎么一直扶着你的肚子？我要胃出血。哦。
Jordan 是哪一个哦？我把他带进来了，会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他没有进来啊。成功逃离追灵者哦，逃离了。然后我有经验值哦。这个的意思是要我们逃离他啦。哦，对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兔兔，兔兔兔兔，你有没有手套？手套没有啊？什么？我有拿到一个，我拿到一个手套，你要不要？你要给我换什么？我身上就有手套了，我这个是捡到的第二个。哦，给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给你。哦不，喵闪蛋。哦？什么？你要跟我等价交换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要闪蛋子弹吗？嗯，我没有散弹枪，应该是不用。OK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像是你不要的装备啊之类的。装备。还是食物之类的，我也可以用，你也可以用食物换那个。哦。我这个手套是最普通基础的手套，所以不用太好哦。嗯，有就好。我看一下。那你要抗生素啊？我给你抗生素吧，反正我一直吃。抗生素，好哦。那我把手套卖你。哎。F。其实是女的。我一直都是女的。来，提供物品。我给你羊毛手套。贩售道具零块钱。接受吗？App 私人交易，我看看交易请求，那我看一下抗生素。好的，购买。你有看到吗？我卖你的东西。有啊，看到了。按私人交易，然后接收，你拿走了吗？拿走了，拜了。OK。哎、欸，他死了。耶、yeah ！我升等了。我杀、欸，好像是从同一个区域的话就能一起什么、欸？啊，真的啊，那很棒、啊。然后怪物在追你啊！快点，那个打不死怪物在追你、啊，你赶快跑回去。啊！干嘛了？完了！那个打不死的怪物在追你。为什么你还跟着我？那个打不死的怪物在追你、啊，快点跑回去，你快回家。跟我啊！因为他喜欢你，他爱你，他帅。不要了，不要，谢谢。虽然他高度很 OK， 但是不要，谢谢。这个僵尸刚进来，欢迎光临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大 price， 欢迎光临，先生几位啊？哦，两位。你有没有去？一位是吗？你有没有去捡那个啊？那个王的尸体？这里有会有装备，我就说了打死王会有装备。没啊、你没有看到尸体吗？没有，是啊，那个最后一个人杀的才有吧？啊，我想到了，也许是因为你刚刚不在里面，结果我把他打死，你才进来。新的 VT 吗？不是哦，兔兔比试试还要早出来哦，对吧，兔兔？啊？你比试试早出道对吧？对，只是兔兔都跟思思一样很佛系经营，没有，兔兔是马来西亚那边的，是马来西亚的朋友。哎呀，兔兔是马来西亚的朋友，不是台湾的，不是台币。喜欢马来西亚的食物吗？哦，马来西亚有什么特产好吃的？特产，嗯，好吃的特产啊。你是讲可以带走的，还是都可以啊？嗯，哦，伏特加伏特加啊？
认真。你不知道？啊，不是，那个是我忘记什么话，华语什么？我们叫罗家啦，然后就是还会配罗家。哦。啊，它是配那些青瓜，然后那些水果配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酱膏拌一拌它那种。哦。对。去，还有什么？那个叫那个什么罗家？马六甲的话就鸡粒饭。哦，什么的那个味道大概？哦，其实鸡粒饭它就其实普通的鸡饭，然后它的饭捏成一粒一粒这样吧。捏成一粒一粒。哦。对。然后好像怡保的话就是那个，有个香饼很好吃的。我个人也很喜欢香饼，对，就它香饼简单来讲就是好像酥皮，然后里面放那个焦糖吗？还是黑糖的？哇哦，黑糖啊，那种饼，那种 homemade 那种家里弄的那种，会太甜吗？不会啦，就不哦麦芽，对，它是放麦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然后怡保有一些就是那个白宫鸡饭。白宫鸡饭，对，它是在怡、哦，它也是普通好像那种鸡饭的，那就它是在怡保是蛮出名的。哦，还有很多了，但是我也很少去吃那些。原来吗？跟我介绍，结果我很少吃。我说你跟我介绍了，结果没有很，结果自己很少吃吗？没有，但是真的是你吃过一次，你会再想要再去吃那种。哦，啊，回味无穷的那种。你会想要说啊、哦，一定要有机会一定会去吃那种。原来如此。就好像车轮饼。哦哦，了解。喜欢马来西亚的榴莲。想要品尝看看哦，真的吗？马来西亚会有那个？对啊，我们有榴莲。跟台湾的不一样吗？哦、我不懂哎，台湾的话我没有吃过哎。那应该啊，我们是，好像也是进口的。就我们有一些也是进口，有一些就是自种吧，我不懂。就一季节一到嘞，路上都会很容易看到。能够理解。为什么？哎呦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在别人家前面看看地图被杀。死了吗？没死吧？还没。我只是安静的看地图也不行吗？跟我一样。我只是看一下我的物品栏的装备而已，也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出来？为什么要下午？什么有榴莲沙拉这种东西哟？有吗？没有听过哎。菲律宾的榴莲在便当店卖，榴莲沙拉全部都是榴莲，没有生菜。那还叫榴莲沙拉吗？那不就是单纯的榴莲？榴莲打成酱吧。他是说榴莲沙拉只有榴莲，没有其他菜啊？那不就是榴莲？对啊，榴莲酱。那已经是酱料了吧？然后吃完榴莲就要吃个山竹，或者是拿着它的壳来装水喝。那假的。对啊，就我们好像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好像就亲戚啊，或者是家人买的话啦，就直接买一颗，然后剥开了之后吃完，然后就拿它的皮，然后装水，然后喝解暑、哦、消暑。哦，所以我们去那个右边那个任务吧，左边吧。哦，对，左边 ，sorry。不，左右不分，发现了。我已经混乱了，已经玩到。
哦，我的血量好尴尬啊。什么要死啊？不是，87%，不是87滴血。他拐着弯骂我87。你们吃晚餐了没？赶快去吃晚餐哦，可以边看边吃。配点血浆，配点肉。对，吃晚餐配丝丝的姜丝，这边打的姜丝肉要不要？这个肉酱很多，感觉很棒要吧？到。啊，兔兔，今天谢谢你。找思思好。玩这个游戏，也谢谢你接受了。兔兔，那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自己？有什么活动啊、联动之类的？没有哎，还是下次有要再约啊什么什么的？可以啊，看你几时得空。基本上都有空。有啊，思思知道哦，有看过。思思也有去偷看过那个兔兔的影片。你怎么看我影片？啊，我总要了解一下我的交易伙伴吧。我的联动伙伴，我总要认识一下吧。我有去看你直播，但是我看直播很少会回复的。没事没事，只是偷看。可恶！昨天那个电脑游戏，那个网页游戏，我有看一下。哦，感谢感谢。但我看不懂你玩什么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游戏？你是说那个神界吗？我不懂，只知道啊，好像玩那种卡牌那种。对对对，它是卡牌游戏。你到时候想要了解一下的话，从里面点进去看一下它那个上面有说明就知道了。怎么？兔兔订阅起来，思思要退订。呜呜呜呜呜！你们怎么这样？你们舍得吗？应该两个都定啊。对啊，真是的。好啦，那今天谢谢兔兔，兔兔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